家好，我是田之学医师，防疫已成为你我生活中的一部分。今天就让田医师来为大家复习五个防疫好习惯。第一，每日量体温，不是速就医。第二，口罩要戴好，脏污要替换。第三，正确勤洗手，不碰眼口鼻。第四，距离要拉开，病毒不传染。第五，环境常清消，空气要流通。透过以上五个防疫好习惯，可以帮助我们提早察觉身体的不适，也可以降低接触及传染疾病的风险。防疫的路上，每个人都很重要，让我们一起努力守护彼此的健康。